毛主席说呀，要到人民群众中去。我好像走到了一群孩子的这个里面啊。我现在就在瑞典的这个祖国的花朵的这个队伍当中啊，我是他们的一员，我也是祖国的花朵。这帮小孩子走的还很快，我靠，全给我超越了 ，shit！ 你们不要这么快，好不好？小孩子当中啊，还有一个中国人，大家看着，至少是个亚洲面孔，据我判断是个中国人的后裔。